李学慧、王玉伦设计师结合线条及奢华元素，更运用异彩交织手法，打造与众不同的医美诊所。大厅以丰美石材揭开现代精致序幕，以白色大理石打造接待柜台，营造清新专业感。壁面以铁件造型，框塑渐层视觉效果。主视觉墙运用 LED 灯烘托品牌 logo， 更搭配金属质感的流线型座椅，展现轩昂大气的氛围。等待区以不规则镂空金属拉门界定内外场域，赋予后诊空间专属的隐秘感。药品室以白色铺陈明亮感，更以挑高手法打造井然有序的收纳柜体。李淑慧、王玉伦设计师掌握材质特性，透过墙面设计、端景营造，展现华丽品牌精神，更缔造人文艺术质感空间。